welcome. Today we have a very special guest. We are here at the house of my Sifu in Fukin Wincheon Bangkok and my Sifu in Yunkaisan Wincheon. And actually he brought over his Sisuk, Sifu Dr. Chen Yong, one of the top students of the late Grand Master Samnang, who was a student of the late Grand Master Yunkaisan.阿阮其三咏春就係跟馮少卿學嘅，馮少卿係跟洪璇嘅大花面咁六感所學嘅。之前嘅祖師爺應該係五梅師太，由五梅師太一路傳落嚟，神林。 我跟神林師傅咧就係八七年開始跟，一路跟到佢去世2002年，15年啦。跟佢唔單止學拳，仲有學醫。我本身係骨科醫生嚟嘅，佢亦都係。所以咧，我哋就係打咗個興致喺度，即係又跟佢學拳又學醫。為人好厚道。所以我哋學到好多嘢。到而家我哋做人。 處事都係經過佢一路傳落嚟嘅，嗰個方針去做嘅。佢嘅功夫好好，佢嘅短橋咗好好。佢俾人哋稱為係鐵臂能啊，又叫做閃電手，手法。閃電手同鐵臂能。 阮其三套路就係因為佢跟過兩個師傅，第一個師傅咧就係霍寶泉教佢嘅，咁啊霍寶泉教曬所有嘅詠春俾佢之後咧，再介紹咗馮少卿俾佢。而家呢三套拳《尋橋標誌小年頭》咧，應該係馮少卿所編而教俾佢嘅。 小年頭手主要係練腕力，尋橋咧就係以長博短，標誌咧就以短博長嘅，保留到最古老嘅十二散式，同埋咧就我哋入門咧首先要學咧就係氣功、腎氣歸元，係練功嘅，同埋咧就係我哋要學少林鐵打，即係中醫嘅鐵打。 仲有入邊咧，仲有十二法門，踏、截、沉、標、黐、摸、燙、蕩、吞、刺、偷、漏，仲有好多即係法門啊、心得啊、口訣啊，都遲啲可以影響俾你睇。十二散式就係最基本嘅練習，最快嘅方法學到詠春。 可以同外家對打啦。呢個主要係學詠春嚟對外家手嘅。葉問同阮其三嘅關係，佢哋係佛山，其實初期係好朋友嚟嘅。葉問學嘅係找錢華、陳華上嗰邊嘅少林詠春。 而阮其山學嘅係五梅呢邊嘅，詠春、詠春、尋橋標誌小年頭，應該就係五梅師太呢邊嘅。陳華信嗰邊、找少華嗰邊學嘅係蘭少林，學嘅四門啊、符符啊，其實同呢三套拳係無關嘅。但係呢個葉問呢。 因為同阮其山係好朋友咧，佢成日過嚟問阮其山、阮春嘅三套拳。阮其山有指點過佢呢三套拳，尋橋標誌小年頭，甚至乎碌手上手都係阮其山指點。我嘅身都就係神能詠春，比較柔細，發短劍，同埋咧就係善於埋身。
每一個關節都能夠發揮到，啊，同埋個腰脈好着重，可以做到咧就係以小勝大，即係好細粒都可以贏好大隻嘅人，適宜南方人學，特別係佛山比較適，亦適宜我哋中國人學，鬼佬大隻，適宜我哋中國人，以柔制剛，善於埋身功夫。所以跟其他功夫不同，而且相當快，好講手的感覺，不需要經大腦，是一個很實在、很簡單直接的功夫來的。葉敏當年是學的是周潮華的詠春、冷少林的智時的，智時所傳的，是比較開啲，冇咁白。而佢係阮其山嗰度得到咗《詠春三寶卷》之後咧，就改變咗，係有碌手，有埋身，所以就全面咗啲。而家發揚得相當好。之後佢係咪？之後嘅裝同埋棍咧，應該係落到香港嘅。打得啱嗰度所得到嘅，咁打得啱就係鄧奕嗰邊嘅詠春，啊嘢都係冷少林嘅。馮少清佢係一個，佢跟咗大花面錦綠錦學咗詠春，佢然後再跟個黃華寶。梁儀堤，所以他功夫比較全面，他是一個名部嚟嘅，名部快，老年咧先至翻翻白山嘅，佢後生嗰陣時係廣東，多數嘅詠春拳係佢由發揚光大嘅，佢所傳嘅，而家好多之水咧都係因為佢係即係師祖爺嚟嘅，即係影響好深厚。影響我哋廣東文化，廣東呢個傳統詠春文化，呢個人係係祖師嚟嘅。佛山詠春分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咧應該講係。馮少清階段，第二個階段就是梁讚，跟住落嚟就應該輪到係阮其山，當年係佛山係排第一，詠春排第一，後嚟咧就係輪到神人，係佛山已經係冇敵手噶啦，已經係排第一嘅，然後佢落到廣州就係廣州發展。廣州詠春是他發展的，有很多家都後生的時候每一家都有切磋，切磋過的，他好像小孩的時候跟過阮其山不是很長時間，他曾經一次去非法，有一個非法老闆叫非法可還玩白鶴嘅，喇嘛西藏，西藏白鶴，白鶴拋石鎖，好好力咁樣咧，神人就去非法，佢就話：你跟阮其山學嗰啲黐黐摸摸都唔得噶。神人就話：你可以試下。當時嗰個人就話：如果你擋得到我一錘拋上嚟咧，我就唔收你錢。非法。當時呢個非法可喺佛山都好出名嘅，咁佢神人就飛完法之後咧，就攞嚟同佢比試。嗰個人就話：我講笑嘅啫喎，佢唔係我好認真嘅。當時就呢個玩白鶴嘅就上馬一個拋槌打落嚟，神人就一個短橋上一球，對方捉到嗰樣嘢，
咁啊呢件事翻去講俾阮廷珊聽，聽啊，阮廷珊係好開心嘅，因為佢當時學咗冇幾多嘢，呢個其中一個故仔。